爸爸以前就是那种可能会出去跟人家喝酒啊，进入到慈济之后真的是就是改了很多。年少轻狂止于智慧开启。2011年，黄玉仁和太太牵手露水颤。12年后的今天，两人仍坚持金藏演艺。因为后来孩子也受震了，需要年轻人。当然，我们是需要说全家能够一起。有些东西是好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就如果我们有这个时间，我们就出来就是来做。我觉得我的孩子突然间长大了，就是做什么事情他会自己管理自己。回到家，夫妻俩把自家厂房一大半当作慈济大中区的辅具平台。在入金藏的过程里面，更了解到说生老病死，那我们要怎么去善待这些老人家。我因为入金藏才知道说，原来很多事情其实是无限的可能，只要你发一个好愿。爱的愿力，夫传妻，妻传子，登登相续，地久情更坚。大爱新闻张泽仁、廖学信、欧阳光辉、郭继宗，中部报道。